股市在美丽10月19号，今天礼拜一了。今天郑明老师的号顶，不是号顶第二，我的号顶417是越过400块。郑明老师从319块开始买，在电视开始公开，358、369.5、373，直到今天收盘400块整。你看看，只有实战派老师才有办法告诉你我每一次的买点，对不对？那郑明老师真的觉得很奇怪，号顶这档股票成交量真的不算大，因为它高价股嘛，一天1000张、2000张成交量。可是我发现啊，整个市场很奇怪的一点现象是什么？它跌，大家都没有；但是只要涨，大家都说它有号顶。这点，亲爱的观众，你有没有觉得非常奇怪？那郑明老师呢，是实战派老师，每一次的买点都会告诉你，我认为诚信非常重要，因为一个人有诚信，才有办法在社会上立足嘛，你才能取信于人，昭信天下，这是我认为做人最基本的道理。好，那当然别人怎么做我不管，但是我还是依然要呈现我实战派怎么做，就在电视上怎么说，说到做到嘛。因为我时常跟大家讲，实战派跟介绍股票、推荐股票最大差别是什么？实战派老师没有三两三，怎么敢上两三？也就是我怎么带会员做，我电视上就怎么讲。为什么我敢在电视上讲？我实际带会员怎么做，我电视上讲就是这样讲。因为有所准备，有所依据，有足够的经验，才敢说是实战派的嘛。那如果不是实战派，只是介绍股票、推荐股票，是不是很容易陷入什么样的氛围？看涨说涨，这个我想聪明的投资好朋友，你可以做分辨。所谓没有三两三，怎么敢上梁山啊？对不对？我说的就是这个道理。那没有关系，我相信现在的投资朋友都非常聪明，你总不希望你电视看一看，跟实际参加是不一样的嘛。但是在郑明老师这边就没有这个问题，因为我是实战派老师，我待会买，我就说我有买，没有就没有。有就有，没有就没有嘛，是不是？好，那今天呢，我号顶第二正式推出。为什么我要推出号顶第二？因为你们在电视机前面都验证了我怎么带会员做号顶，我怎么样看一档新要投资的股票，它的投资价值而进场买，而这档股票有没有人在做，我也都分析给大家听，但是你们都没跟上，你们只有验证，对不对？所以号顶第二我今天正式推出，这档股票号顶第二完全在底部，完全在底部，都还没有涨，都还没有涨。你号顶没跟上的，你不敢再买号顶的，你注意，我今天会告诉你号顶第二的现形，我绝对会是事先预告，你可以绝对放心。好，大盘很重要，大盘看不懂啊，什么都别讲，是不是？好，大盘部分我来看一下啊、这大盘其实从10月6号关键的跳空上涨量出的小黑 K， 我就跟你讲，整个趋势没有改变，趋势没有改变，往上。往上的趋势没有改变，你要赚的是有趋势的获利，而不是3%5%跑来跑去，那个没有办法帮你致富。致富呢，就是股票要买多，然后赚一大波，你才会变后牙嘛。但赚那个小钱要干嘛？买菜钱，不值得你进来股市，因为买股票而晚上睡不着嘛。来，大盘，你来看看今天我们照稍微近一点，今天大盘是量缩，我跟你强调区间震荡不变。来，区间震荡啊，代表什么？代表整个趋势没有改变，但是指数目前没有带量，所以在上有压下有撑的一个区间做来回震荡。这个时候中小型的标股会出头天，因为只要大盘有做一个像样的大涨，把大盘撑起来之后，走区间行情，你要特别注意，就是你赚钱的时候，因为你不是买台积电嘛，对不对？你也不一定会买鸿海，但是中小型股绝对会让你赚很多，只要你买到对的股票。那明年呢，有题材的股票，你现在就一定要敢买，你一定要敢买，你一定要赚到钱，你才会感觉有行情，你才会有感嘛。但你永远在场边看，我讲过嘛，你在场边看，你能够获利放口袋吗？没有办法嘛。那你逢低买进，你跟着我，逢高我也会带你卖嘛，只要趋势不对我就卖股票嘛。所以呢，请你自己的财富赶快来自己救，还没有找到办法的赶快跟上郑明老师的脚步。
来，这个啊，你把它记清楚，选举行情简直我认为就是送分题啊，你不敢来赚，大盘一直涨给你看，会涨的股票涨更凶，掌握什么？生技、物联网、安全自动驾驶，这三个主题都是目前真美老师带货员掌握的股票。好，说到浩鼎，这档股票非常精彩。去年呢，带会员做基亚，也是新药投资。新药投资你要看得懂它的投资价值是关键。好，那真美老师怎么带会员做浩鼎？我是实战派老师，每个买点我都会在电视上公开。当然，你看看，今天10月19号，恭喜恭喜我的尊荣会员，这是我尊荣会员的股票，股价在创上柜挂牌新高，你有没有看到四字头出来了？今天看到四字头了，最高403.5。你从看我的节目，我跟你讲，我319块切入，你看你到今天你赚多少？你是不是光看电视就能赚钱？但是呢，你没有我的扣讯，你会犹豫不决，你可能会跑来跑去哦。但是我的会员呢，知道目标价，所以一波报到底，这个才是财富规划，这个才是能致富的一个方式。好，我今天开放，你下次要想要切入的打电话来问。但是如果你想要跟上浩鼎第二的，等一下的节目持续锁定。好，那你看看浩鼎，你看我是不是趋势性的买法，这种买法才有机会让你 hold 呀，你知道吗？你不要小鼻子小眼睛跑来跑去，你觉得有比较好吗？那你看看9月10号319，你如果从这天开始看我的节目，你到今天赚多少啊？1张81。好，你后面才来看我的节目也没有关系，因为呢，只要有新的尊荣会员加入，我就带他买进，或者是旧的尊荣会员他有新的资金进来，我帮他配置再买，这是我的买法。那你看看，股票虽然没有马上大涨特涨，但是会涨的股票多放2天又何妨？因为会涨嘛，你赚得到嘛，你要做的是有把握赚得到，而不是好像赚得到，那有什么用？那跟介绍股票推荐股票是不是一样不确定啊？你有本事你就带会员进场嘛，就是实战嘛，是不是？再来10月14，我同样都在电视上跟你讲，我就是买进了嘛，373。那你看看到今天收400块，全部都赚，哪边买都赚，这种就是趋势性的买法。你要致富，你真的要赚大钱，你要买很多张啊，你不要买个一张，你怎么会 hold 呀嘛？不可能嘛！每一次的股市循环，你以为每天都有吗？你以为股票每天都会涨给你看吗？当然是天时地利人和，你要把握好嘛，是不是？来，那这档股票、哦，它的基本面 OBI 822，我想你有在看基本面，你都知道这颗是乳癌新药，明年3月啊会来到解盲哦。如果你听好，如果过关啊，将造福全球。为什么？因为乳癌是全世界第二大癌症。那重点来了，浩鼎如果这颗新药拿到药证，对不对？你是不是拿到药证之后就表示过关嘛？那拿到药证之后，它的市场有多大？这非常重要，因为你会发现很多新药，它即使拿到药证，它叫孤儿药，也就是它市场不大。那市场不大，你拿到这个药证，其实对股价的帮助并不是很大。但是呢，浩鼎它如果过关的话，它可以吃多少市场？粗略估计，全世界1/3。那全世界第一大癌症，全球哦是肺癌，那第二大就是乳癌。我认为其实造福人类啊，是我首先关心这档股票能不能成功，我最关注的议题，因为能够造福人类，创造家庭的幸福，我认为是非常重要。好，那这档股票呢，你说你不敢买对不对？你来看看啊、哦，这档股票为什么真美老师319在那天出大量过下降轨道，我勇敢的带会员买，因为呢260块到300块这个 range， 有人公开承认，通通他买的，鹰眼梁先生，他有公开承认。那这段期间260买到300，市场全部看空，
全部把股票倒出来，大家不看好耗点的时候，鹰眼梁先生从260买到300。好，那重点是300块以上谁开始买？外资。你如果有非常仔细观察筹码的话，你会发现这种买法，我一直跟你讲，这种买法真的很恐怖，今年很恐怖的。你如果了解一档股票主力怎么运作的话，你就会发现这档股票要涨到哪边，要涨到哪边。好，那到底有没有什么内幕消息？我在电视上不方便讲，我真的不方便讲。可是呢，我已经跟你交代筹码、技术面，对不对？那你来看看，从技术面、筹码面，如果你够厉害的话，你来看看。我这样讲，你有没有听懂？来，9月10号带会员买，对不对？319。好，怎么买的？之前都跟你讲过了。那9月25呢？继续加码，有新的尊荣会员进来，我们再加码，对不对？那你看看10月7号，新的尊荣会员再参加，这次连特别会员都给他买了。好，那你再看看我的买法没有错，就是一路从低档有趋势性的买上来，这个才能让你致富。这种买法才是理财规划，而不是人云亦云。好，10月15号，377，我问你有没有机会过高？我是开玩笑问你的吗？我是认真问你的，所以我请你打电话来一起打拼嘛，是不是？那你看看，10月16创新高，今天再创新高嘛。那这种买法，你要特别注意。好，那如果说这种买法你有仔细观察的话，你就不会到现在都还不敢买。我就跟你讲，这样股票有人在做啊，有谁看好？除了鹰眼梁先生以外，还有外资吗？好，你来不及跟我做耗顶的也没有关系。为什么？股票只要看得懂，就知道哪边有股票可以买，哪一档股票有人在做，而且即将发动，就是我带会员操作的整个重点。好，那我相信呢，很多人都很关心基亚这档股票啊。我今天讲一个重点，好，因为为什么？因为很多消息电视上不方便讲，内幕讲太多，太多人知道没有意义。好，我就是想让真心，你有决心想要赚钱的人，你真的要拿出决心，你才可以赚钱嘛。那赚钱不要赚个3%5%，那没意义。看得懂就要赚一波，赚完一波再一波，一次的股价循环，你就能够翻身，你就能致富。来，基亚，你关心基亚的，你仔细听哦，今天非常关键。好，那我当然一再跟你讲，股票会涨的，多放2天又何妨？你只要确定你赚得到，你一波下来，你股票买的有够多，你能赚多少，那才是重点。来，基亚，这是周 K， 来，这里有2根 K 棒，我们照镜，照镜一点哦，这边要仔细看，你看看这根红 K 棒出大量，可是收了长长的下影线，对不对？收了长长的下影线。好，再来看这根 K 棒。被打下去之后，也收了长下影线，但是呢，低点没有破前面出大红 K 的大量这根 K 棒，这根也是收下影线的 K 棒形成之后，接下来涨了2根红 K。好，关键在下跌5周5个礼拜，量却急缩。你来看看这档股票。这档股票接下来怎么走？好，那因为呢，很多有关好消息、内幕消息，我只跟会员讲。可是呢，筹码面、技术面，如果你学得够好的，我刚刚跟你提示的，是不是非常清楚了？来，你看看《彩色人生》就是我去年带会员做基亚，对不对？你看看我做新药的股票，你看我去年带会员做基亚，今年我带会员做耗顶。是不是同样的获利模式？去年200块开始在节目预告，讲了3天到4天，开始连续4根涨停，对不对？接下来全程转播，公开操作。7月1号，去年正式发出口讯，很多老师没有带会员出基呀，我非常清楚，我非常清楚，因为新药
新药的股票不是一般人可以做的，这样子你清楚吧？这样子够清楚了吧？好，那我说过啊，耗点第二，我下半场我会先让你看它的 K 线线型，因为曾明老师是实战派老师，我会事先跟你预告，公开操作，你还没跟上的耗点第二你还来得及，你耗点没跟上的，你绝对要跟上耗点第二，因为选举行情已经正式启动了。好，我们休息一下，先进广告。头痛，请用五分钟；嘴齿痛，请用气痛五分钟。五分钟不好。投资获利双指标，固德投顾，您信赖的好伙伴。我们的专业帮您掌握市场脉动，我们的自信帮您创造傲人绩效。固德投顾用心照顾您的财富，期货股票双证照，期股双赢一把照。固德投顾就是 good。 02-2578-3000 2578-3000。投资获利双指标，固德投顾，您信赖的好伙伴。我们的专业帮您掌握市场脉动，我们的自信帮您创造傲人绩效。固德投顾用心照顾您的财富，期货股票双证照，期股双赢一把照。固德投顾就是 good。 02-2578-3000 2578-3000。平常工作时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，所以休假时我喜欢隔绝一切嘈杂，让自己沉淀，享受这片刻的宁静。 Choose your own life， 鹅牌气密窗。欢迎回到现场，来，耗点第二，我带来了，等一下给你看。这档股票，我认为不一定会输耗点，不一定会输耗点。为什么？这档股票我追踪半年以上，这档股票的筹码。我至少追踪了半年，那你看看，我等一下会告诉你什么好消息。它不一定会输耗点，你耗点没跟上的，不要急，不要急哦，因为这个行情，选举行情上礼拜正式启动，大家有在看新闻的，你都知道我在讲什么，对不对？你们都是冰雪聪明。好，那接下来我要跟你讲我的元泰，我的股票啊，我在节目我会持续追踪。如果说我讲过的股票，你有在观察。我也许没有每天讲，因为节目时间有限嘛。那你可以把电话拨通，跟我们的服务人员反映哪一档股票你特别想知道，我就会在节目多播出时间来讲你想知道那档股票。好，那因为我强调我是实战派老师，不是说的一口好股票的老师，我是实际带会员进场的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没有三两三啊，不敢在节目自称自己是实战派老师。我觉得大家可以比较看看。最简单的方式啊，你看那个老师敢不敢秀口讯嘛？是不是？大家都秀口讯，就知道谁在碰红啊，对不对？好，那这个部分啊，我是要求我自己，我不会要求别人，要求别人没有用，要从自己做起。因为我要的是诚信，我要的是让你们看到我真的带会员的专业，因为我要的是在社会上有立足之地。首先，你就是要让人家能够相信你，对不对？来，元泰。说到做到，这档股票今天你来看看它表现如何。我说过元泰这档股票，你是大资金的，你不要客气，你可以买很多，因为它是一档趋势性的股票。应该是法人外资加投信叫法人啊、哦，法人索马股这档股票
你可以赚完一波再一波，但是它没有办法天天涨停。可是你可以一次买很多，而不是只买一张试试看。那么你只会错过行情，而小鼻子小眼睛只赚一点点，对不对？你喜欢追涨停的，你不要看这一档。来，这档股票、哦。我们来看看基本面，明年的亮点你特别注意啊，这个跟十三五计划，大陆的十三五计划也是有相关，环保议题啊，十三五计划环保、网络、医疗都是相关重要议题哦。那电子纸的部分，我先前都跟你讲过，那再来物联网，手中电子标签。手中电子标签，来，你看9月23号14.05开始带会员买，你是大资金的，一次买100张。不多嘛，对不对？100张不多嘛，对你而言，如果你是大资金的，小资金的照样可以买。那你买200张可不可以？买200张，到今天为止，这样就赚了15%，15%，200张300万，15%45万。你觉得这样赚比较好，还是每天跑来跑去？你的300万跑来跑去，你心脏受得了吗？是不是？好，那重点，你看元泰哦。9月23，确确实实有带会员买。我是实战派老师，我可以有办法把我的扣讯全部秀给你看，我不需要遮遮掩掩，因为我做的跟电视上讲的是一模一样的。来，有跟你讲过法人锁码股吗？法人买一大堆，融资大减，而且投信还在9月底、10月初大买特买，疯狂的买，这种买法绝对要作为12月季底结账或做账的股票。好，那10月12号。10月8号就在节目跟你预告，我跟你预告我要买，我就真的买了嘛，是不是？好，那元泰这档啊，持续看好，持续看好。好，那上礼拜五我们有进场买一档车用雷达，那因为上礼拜我推一个月冲刺班得到很大的回响，所以呢，这档股票我今天会在节目跟你讲多一点啊，车用雷达网。我可以把它叫做什么王的，绝对是产业第一名。那你看看，驾驶车辆防护，我待会买，对不对？已经知道好消息了，包括这么。注意，我一直跟你强调，跟量出对一档股票的上涨跟下跌。我一直跟你强调，量缩跟量出对一档股票的上涨跟下跌，它的意义来，下跌量缩代表要买的赶快动作快。好，好，那这档股票呢，确实昨天买的嘛，上礼拜五买的。好，上礼拜五买在多少？79.5。8:50，你有没有发现曾明老师为什么盘前就可以发出扣讯？还没开盘，曾明老师盘都还没开，你怎么可以发扣讯？因为我有所本，有所依据，筹码我都追踪很久，我确定有人在做，运用我的黄金筹码赚钱术，这档股票确实有人在做，而且我买进的价位跟他们差不多。那你看看，一带会员一买进就赚，就立于不败之地耶。你要不要这样做？你想不想致富？你想不想翻身？绝对不是靠每天冲来冲去，看到哪一档股票涨停就买，这种做法没后呀。那你来看看号点第二，想知道的仔细看哦。来，这档股票、哦、外资近一点哦，照近一点，外资从10月初到上礼拜为止卖了9000张，曾明老师，外资在卖耶，这档股票真有人做吗？你听我讲下去啦，带量。你看，带量却杀，却留下影线哦。留下影线代表有人介入嘛？虽然外资拼命卖、狂卖，全部倒出来，对不对？但是谁的力量、谁的 guts 比外资胆识还大？为什么都留下长长的下影线？你特别注意哦。好，那重点还有一个要观察，它目前的价位哦，跌破。现增成本，那大股东会怎么做？我跟你讲，只有一个办法，大股东想到就是自救，他自救。本身疱疹贴布，明年如果上市，有机会赚大钱。你错过号顶的这档，你千万不要再错过。整个市场如果被他吃下来，不得了。好，那上礼拜五呢，有推出一个月冲刺班，对不对？那引起非常大的回响。
因为呢，大家看到郑敏老师实战的绩效之后呢，纷纷都很想跟上郑敏老师的脚步。那今天因为有客户打电话来反映，可不可以再开放一天？好，那我们从善如流，我们就只再开放今天。短期冲刺班只要一个月，获利无极限。虽然我限30名，但是我会另外再找出股票，这个新参加的可以放心。好，那今天节目就先到这边了，感谢你的收看，祝福你股市操作顺利，股市天天真美丽。本服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请用5分钟，吹气听，请用气听5分钟，5分钟不好。投资获利双指标，固德投顾，您信赖的好伙伴。我们的专业帮您掌握市场脉动，我们的自信帮您创造傲人绩效。固德投顾用心照顾您的财富，期货股票双证照，期股双赢一把照。固德投顾就是 good， 02-2578-3000 2578-3000。投资获利双指标，固德投顾，您信赖的好伙伴。我们的专业帮您掌握市场脉动，我们的自信帮您创造傲人绩效。固德投顾用心照顾您的财富，期货股票双证照，期股双赢一把照。固德投顾就是 good， 02-2578-3000 2578-3000。有些人比你较重要，世间爱情通唱一段风声。挂嘴挂清醒，再会啦，心爱的无缘的人。歌声若响，风吹风吹，街后空笑梦，落雨声。哇，这么多好听的歌，江惠芳麦啊！